天气虽然湿冷，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各位大家参与转动台湾向前行的热情。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朋友热烈来响应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现在在台湾，我们整个的环岛1000公里，以及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上，有我们10几万的我们的骑士，大家用行动来展现对台湾这块土地以及对于骑车运动的热爱。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马总统来向各位表示感谢。这一项我们中华民国100年的压轴的活动，即将在10点钟在全国各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区，大家一辆接一辆的开始出发。我想在这样子的快乐出发之前，让我们静下来来想想，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国家跟人民走过非常艰辛的岁月，所以我们要感恩滋养我们的这一块土地，以及默默在耕耘的所有的人们。我们这项活动是不分地域，也不分族群，一个人接一个人，一辆接一辆，来连接出台湾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这是台湾精神，我们坚持下来，我们将来在面对所有的挑战的时候，都秉着这个精神，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再创造台湾的一个共同的福祉。我想我们在今天中午要举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们要感谢台湾的人民能够热情响应，在这别具意义的活动里面，大家都是很高兴的，看看大家一起来参加，连我们的老天这两天的下雨都跟你们讲说，好好的活动，好好的骑，好好的看看台湾。所以今天我要希望我们已经缔造了11万人要串联1000公里的这个创举，我们身为这个分子，每个参加的人都应该深切的感谢，也感到骄傲，因为今天人人都是这场盛会缺一不可的主角。在这个跨年的时刻，我们要成功的让看台湾，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精神。从今年9月开始报名之后，就广受各地企业、各地的社团法人，甚至弱势团体热情不落人后的热情参与。这份沸腾热血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此时此刻正遍布台湾的每个角落，以最慷慨激昂的热血、最坚毅的步伐、最环保的具体实践，绕行台湾一周，希望能够穿越各大乡镇，跟我们的社区各种文化跟族群要集合在一起。我们邀请在座各位
在十点钟的这一刻，让我们一起串联在一起，一起见证繁星点点绕行台湾的百年奇迹，共同体验台湾文化与风景的美好。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最后一天，我们举办了台湾向前行的自行车活动，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世纪的一百年，一千公里，一千个休息站，十万个亮点，十一万个人参加，我们一起见证下一个一百年，好不好？好，大家加油，谢谢。五、四、三。